大家好，我是越南小竹。今天小竹就来找小黄姐玩，然后小竹就买了一只鸡，还有土豆和一点东西来做一个鸡，就是放在南瓜里的吧。然后煮，小竹还没做过，那小竹想，可以，小竹也有买了一个西瓜来跟他们吃。现在大家就跟小猪去找黄姐玩吧。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改变的，因为这个路好像有大车去啊。哎呀，今天天气好凉快的，不太热的，所以非常凉快。他们要准备做了，大家看，准备开始做了。旅游地方休息。不久，黄姐家就有那个陆大大给呀，大车跑来吧。所以大家如果想来黄姐家玩呢，就很顺便的。我想哄人家呀，没有啊，好像没有人在家，像那个刚才我去的一个家了吧？哦，他们去哪里了？啊，在家，在家。大小孩，我还在家在做什么？他们哥哥，我还没告诉他们。啊 ？Hello。没来搬家呢。空地，自己忙个鬼，可鬼子嘞！现在小猪就切那个土豆和红萝卜，等会跟那个鸡肉煮黄瓜南瓜。现在我们就来做鸡肉吧，小猪就先放这个土豆，放几个，四个土豆，三个胡萝卜，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鸡，这里是我们的鸡，已经跟葱、生煎泡了，现在就把它放进去这个南瓜。
小猪用手吧，小猪已经洗手好吧，洗手干净了，现在就放鸡肉进去。小猪也是第一次做这个，想一想，小猪就决定做了。现在小猪就再放一点嘛，然后就把它去煮。煮这个可能要久的吧，几个小时才可以吃吧。小猪也是第一次做吧，所以不知道成不成功，但是小猪肯定能吃的。OK， 好啦。现在小猪就放水进去的，大家看这个，因为我们的锅有点小，我们的南瓜吧还是好长，所以我就把它做这样，不知道成不成，因为本来我想找一个南瓜就像这样它才能的，但是找不了，没有吧，所以就如果这样做吧。刚下雨啊，然后大家看风景挺美的，那边如果在手机看不漂亮吧，在我们呢站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啊，很漂亮的，很美，很亮。大家你们看，小猪已经煮了一个小时多了，但是它还没有烫，它还只暖一点点，可能小猪失败了，所以小猪就决定把它拿出来，然后接短就煮汤吃吧，要不然这样嘛，谁都饿了就受不了，小猪就拿它出来吧，因为我们的南瓜太长了，这锅也太小了，所以失败了。大家看，哇，还没烫啊，一点都没烫的。下面吧，它已经熟了，我们的水到这里，所以下面这个南瓜已经熟了，这个还没有什么变化，因为那个锅太小了吧。如果它大一点，或者我们的南瓜小一点呢，可能成功了，但是找不到那个南瓜小，还也没有找到那个锅大。还一直流浪哈，真的。好了，大家，我们的鸡肉，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吧，所以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下面这个南瓜熟了，
只有这个鸡肉还没有熟，现在我们就把它煮吧，就这样煮吃。还没熟，鸡肉还没熟，但是南瓜熟了。小猪刚看，好像他们是煮熟鸡了，他们才放在这里。但是我们还没有煮。小猪现在就这样煮，这样做了，也像一样的，也是鸡肉跟南瓜一起吃吧。我不这样做好了，可能到晚上12点还不能吃了。现在就这样吧。这一会就熟了。现在已经熟了，小猪就把它拿出来吃了吧。挺熟了，然后把它拿出来吃啦。时间也晚了，天都黑了。哇，好多南瓜，这样比较快呢。我们的鸡肉好了，现在小猪就来吃一下这个鸡肉吧。现在就一起来这里吃饭。嗯。好饿了，cho chỉ quả bí ấy là à nhưng mà không nó không ăn được gà nhá. Xin ta cha là rau không được, lấy rau không được. Có hào tua nán qua thì quay ta, chỉ rau có hào tua nán qua quay ta, không ngon chứ. Nán qua rất ngon, chỉ nói thôi. Thất bại rồi, nhưng mà也差不多吧，做这个也是南瓜，也是南瓜，所以差不多吧。不太像。叫胡椒，个叫胡椒粉。呀。你们在蘸的蛮好的呀。很足，还挺，极其麻木。还有鹅啊，鹅母，鹅母蘸的精吗？鹅母，对了，鹅母是你蘸，你蘸的蛮好。cho nó mặn mà con nhớ tao con nhường chị cho nó mặn. Hiện tại chúng ta cùng đi ăn cơm rồi, xin các cha lại cùng tiểu chú và chị đã ăn một bữa cơm rau nán qua, xin các cha lại cùng chúng ta ăn cơm. Tiểu chú đã ăn xong rồi, bây giờ trời cũng tối rồi, tiểu chú sẽ phải trở về nhà ăn cơm就不在这里睡觉啊，我们要回去，明天还忙的吧。现在呢，小猪的视频也到这里结束了吧，非常感谢大家来观看小猪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小猪的视频，大家给小猪一个点赞跟订阅和分享，拜拜大家，下次再见，非常感谢哦。天已经好黑了。